你最近有冇写诗啊？嚟咗乐平咁耐，一直都冇写到。你仲记唔记得《杨上树》嗰首诗啊？唔系完全记得。第一句好似系“此信家国披敌寇，锥精如山血崩流。长存灵位欲遂意，安于危境无怨言。含汪洋巨浪吞舟，赴东道苦学阵谋。中原何故遭游轮，独处绝地滋味愁。”记得晒喎，咁诗后边嘅题字咧，好似系诗赠而知有，诗赠而知有。其实呢首诗写得并唔系好啊，好啊，好在就系诗赠而知有嗰个意字。好在个意字，我喺个意字嗰时抄到个长江九鸿。嗱，你睇下就明白噶啦。我好服你，同事咗五年，家姐明白，所以我冇惊动你，我单独嚟同你倾下啫。司令想问我啲咩？张国威所提嘅信证系咩啊？应该知道，如果我真是长江九号，那我职务上的机密是一个字都不会讲。在了五年同事份上都不讲。不讲。先至讲，我唔发现你唔讲嘅啦，而家只有我自己去发现啦。
报警。同我拎走呢个人啊！快点啦！你咩都冇睇到，快啲走啦！快啲啦！少将，君。殺人がある。ポエを越して逃げた。これの衣服を着て。快啲叫口先嚟啦！佢系。系你穆少将，有恐怖分子嚟行刺。系司令。中咗三枪。咁点算啊？司令はどうだ？わからん。快快进来！公事包我已经拿了回家，收好了。你没打开来看吗？你没说过我可以看啊，放心吧。出事那晚，为什么你起先叫我说什么都看不到？发生这样的事，如果你说看到东西的话，那会有意外的嘛。但是后来你又叫我说看到个着灰色衫的人走了，为什么？那阵时铃木少将已经死了。有什么分别呢？如果他未死的话，他就会指证你所说的东西是假话。为什么我要说假话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没人会了解我。很多时候我想做好事，但是始终都被人怀疑我做坏事。但是你这句说话害了很多着灰色衫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他们被宪兵队捉了去枪毙？你说我要怎样？我应该怎么做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想问什么？你说。其实我真的不应该问的。我曾经说过，我走得人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可告人的苦衷，我明白。但是这些是我个人的苦衷，现在就连累了你。我愿意这样。那是为什么你会过来？那晚我听到枪声，好像是在你间房传出来的。我可以不立刻走过来吗？
头可能你会为咗咁样而受好多委屈，甚至系危险。我愿意。在我的生命之中，你是得你一个了解我。英子同学，你都不了解我只是得你一个。阿心好乱啊，我都忘记问你，你会去哪里啊？我想你现在去后方啦，但我怕住就算在和平区，爸爸一样追你的。三年咁样，我哋咪暂时唔可以通讯。系，等战争嘅结束，我会揾你。唔系会揾我，我要你即刻揾我。如果你唔即刻揾我，我就去揾你。如果你嚟揾我，我又去揾你啦。咁万一喺路上面大家错过咗，咪好耐先见到面。或者我哋喺路上边撞到咧？我而家都幸福两个字，唔敢谂得太远嘅。你说得啱，我找你比较容易。咁就讲，我一定等你。我一定等你，除非我……我唔准你讲严家丽嘅说话。唔好迷信。你啲事，我可以唔在乎。但是你的事我太关心了。明知
浮华，怀着你的梦，埋了悲痛，常为他日处梦下。玻璃，我知你了解我，所以有很多嘢你要原谅我。我从来冇怪过你。而且以后仲有好多嘢要你帮我忙，只有你先可以帮我。无论你要我做乜嘢，只要讲俾我听。我走啦。我哋冇同阿爹阿妈杀你。上教特派员李国光，化名汪东元，代字长江九号，潜伏敌后五年，攻以忘师，艰苦卓绝，屡破敌情，使我方多次获得战略上之胜利，功绩彪炳，忠勇可嘉。请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，晋升陆军少将，调职乐平市绥靖公署主任，并颁予二等忠勇勋章。以示奖励，此令。
你等等我，等住。天主会原谅你。我哋而家向前方进发，光复河山之后。汪大哥在天之灵亦都得到安慰。我走了。你肯不肯等我回来？点解细佬哥会等你回来？你哋身体打仗，将来胜利翻嚟，我会好高兴。你保重。屋里，再见。再见。我想以后再有啲咩大风浪，我都忍受得起。以后嘅事，边个会知道？心伴生死，纵有热爱热情儿女善，人生不几喜。献上热血热肠难止。
仁义，人生。